近日，在广西桂林四塘镇，数千只白鹭从四面八方陆续飞回栖息地，青山绿树之间，洁白的羽毛点缀其中，犹如一幅千鸟图徐徐展开。当地村民告诉记者，从2019年开始，这片林子就陆续有白鹭筑巢，今年聚集的白鹭特别多。村民猜测，良好的自然环境可能是吸引大量白鹭到这里栖息的原因。